我们来玩那个大王来抓我吧那个游戏吧。嗯，开始了啊，大王来抓我呀！你来抓我呀？你怎么不来抓我？你长成这样，我实在也没兴趣去抓你。你还嫌我长得丑？我稍微化妆收拾一下，还轮得到你来抓我？看来我得认真点了，姐妹，不化出个妲己，我老公是啥狗？修理修理毛发，妆前给皮肤做个简单的补水，然后就是我换老公都不能换的这款自动定妆的粉底液，一定要拿一个滋润的粉扑给它这样均匀的拍打开，来看一下粉扑走过的地方像不像开了磨皮一样。用它之前呀，只需要去用水乳就可以了，不需要隔离，不需要防晒了，它都是自带的，脸上干干爽爽，不黏不腻啊，就可以去上这款粉底液了。用它之后呢，也不需要定妆粉，也不需要定妆喷雾了，你给它2到3分钟的时间呀，它就可以做到自动定妆成膜了。我是暗黄的皮肤，我用的自然色，如果谁接你都说你白的宝贝儿，那你就拍下。你想让它快一点自动定妆成膜，就像我这样拿个小风扇给它吹一吹，你用手摸着干爽不黏腻啊，它就自动定妆成膜了，不用任何的定妆产品，它也不会沾你的黑色衣服，防水防汗效果也特别好。夏天咱们爱出汗爱脱妆的姐妹，你还不用它还在想啥？姐妹出油出汗，你就像我这样拿纸巾给它这样垂直的按压掉，来看一下纸巾上是不是只有水没有任何一点的粉底，然后并且你的底妆是丝毫没有破坏的，你的粉底是不是化完妆都不敢碰脸？来看一下，拍一下我给你送体验妆，所以说你放心去拍这款粉底啊，它是主打持妆遮瑕效果呢，只有7-8成这个样子。如果说你瑕疵非常重的姐妹啊，你要单独搭配一个遮瑕的产品去用，日常瑕疵呢都能给你遮个七七八八的。先来根妲己的眉毛，另一头的染眉膏给它染一下，拿这个遮瑕笔把这个纹的眉毛给它遮一下，眼面也遮一下，来个眼影，画一个飞到天的眼线，大概就是这个眼睛，这个大扁鼻子可不行，要给它修得高高的，因为这个妆比较浓，所以我的鼻子呢就修得重一些，这样显得鼻子会更高一些。下巴给修得尖尖的，涂个大红嘴唇子，用唇刷给它晕开，画一个这边这样的微笑唇啊，来把头发重新弄一下，脖子给擦一下，来整点腮红啊。现在是我完全化好妆做好造型，没开任何一点点美颜滤镜磨皮的样子，给你们打开美颜看一下效果，这是我开的美颜的样子。爱妃，本王来抓你了，滚！哼，一定要去试一下这款粉底液，真的超级的好用，重点是它可以一天不脱妆，一定一定按照视频里边我教你的方法去用，你真的会爱上它的，完完全全不会踩雷。